啥？超负荷玉米炮战一千姜王？我滴个乖乖啊，玉米炮战一千姜王，这不是鸡蛋碰石头一碰就碎吗？让我来看看究竟这个超负荷玉米炮究竟是何方神圣。这真的是我见过最贵的植物了，天文数字七个九，这让我如何是好？根本就买不起，可望不可及啊，还是要等我们大夫小老弟出来说话。大夫说这一次阳光大放送，一点赞一千阳光加，小伙伴们还等啥呢？冲冲冲！价值七个九的超负荷玉米炮立马给他种上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厉害，竟然要挑战一千个姜王。黑色罐子都开了，这几个巨人打得毫无压力啊！果然价值贵就是价值贵，还是物超所值的。再来继续开，哟，是几个空罐子，继续往前开罐，全部给他开了。巨人僵尸在超负荷玉米炮的复合玉米炮攻击之下，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这植物也太强了吧！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么强的植物，一千个姜王罐子打开后，最终姜王能打败他吗？还有你们觉得有什么植物比他还强吗？评论区评论出来。一千个姜王已经全部放出，价值七个九的超负荷玉米炮能成功逆袭挑战成功吗？我们敬请期待。何?